在正式开始。使命咗嘅意义。皇后三十多年来，粤语诗歌发展史讲俾我哋听，多少前人嘅劳苦同舍己，祝福咗我哋呢一代，佢哋却无法持之前行。影响粤语诗歌耕耘嘅责务，要持守从神而来嘅使命，彼此肯定、支持同鼓励系非常重要。使命奖嘅意义就系对粤语诗歌侍奉者嘅肯定、支持同埋鼓励，期盼佢哋谨记同持守从神而来嘅使命，尽献恩赐，荣神益人。所有创作人的诗歌分享，在日后的日子都希望他们继续创作，和大家分享触动人心灵的诗歌。是的，为了给他们有一份支持，大会预备了使命咗送给他们。有请林国章牧师致送纪念咗。是的，你要打开个信封看看这位是哪位先。音乐记事见证神爱使命，陈立业。好，也请陈立业。请立业留一留步先，喺企侧边，我哋一张大合照，喺企旁边等等下，唔该晒。好，第二位。加音乐，噔噔噔噔，有紧张嘅气氛。Alan Sid， 咁深嘅呢？有边读边嘅？通常都系嚟啊，嚟啊，痴啊，咩字？剔手边离别嘅离冇咗，右手边咩字啊？灵东城咩字？音韵琴文啊，琴文痴啊。痴啊 ，OK， 所以唔好亂讀啊！我哋寫詞就唔會用呢啲字嘅，我哋用翻啲人間嘅語言嚇。歌韻痴文，榮神益人，使命 Alan 唔係吳浩南。未到凌東城啊！好，嗱，呢個人間啲嘅字眼，我們故事與你分享使命，英文唔識 ，front line。啊，好啦，冇事。看到英文就會譯咗佢。Front line 咪前線。啊，足之到我偶像啦。去色的心，校主寫記使命，凌東城。为粤语诗歌音乐人祈祷先，然之后再有张大合照啊！唔该，林牧师。好，我哋一齐起立啊！我哋坐好耐。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你咁多年嚟咧，你藉住好多唔同弟兄姊妹嚟自五湖四海，每一个方向，我哋都能够有唔同嘅弟兄姊妹喺嗰度去为你去创作。将他们心里面所经历的都能够藉着诗歌去写出来，也特别为到台前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领受了这个使命座，他们在过去的时间，他们用上他们的生命心血
能够将他们谱成诗歌，谱成音乐，让你的传颂主你自己的大爱。求主你大大使用他们在前面的日子，继续的能够每一天去为你工作。我们为到在座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默默在这里从事不同的诗歌创作工作的，求主你都是大大使用。为到 Alan Seed， 我们祈祷求主你特别的让他有这个使命，在推广粤语诗歌上面，在各方面给他有足够的智慧能力，让我们的诗歌能够让到使用粤语的全世界很多角落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藉着这些粤语诗歌能够跟你有更紧密的关系。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愿意这种你所赐给我们这么美妙的语言和诗歌的结合，这种的优美我能够藉着这些诗歌能够传颂，透过诗歌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祈祷颂赞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林牧师，好，有请大家移步到中间同牧师咧一齐影张大合照啊！咁我知道就分 slide， 仲有其他成员都可以出嚟合照喎。哦，明白，好，系啦，咁可以影张大合照，好，系，啊 ，Alan 先，佢客气喎，佢话唔使啊，一阵间啦，我哋一阵间可以一齐都再合照啊，好冇？好，而家请大家嚟望住相机，系啦，惯咗叫小朋友，好，请大家望住镜头。希望大家都可以纪念这些歌手，他们的默默劳苦确实很多，希望都可以为他们祈祷，继续以音乐去传播主的福音给大家的。好，麻烦那么多位，麻烦老师。阿 Maya， 你知不知道跟住下来要唱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是什么歌来的呢？是啊，要留步一起唱歌啊。是啊，要你教我们唱，你才会唱的。是啊，是什么歌来的？是啊，是一首新歌来的，歌名就叫做《爱的光芒》，代表一班歌手带领着大家去将福音传承，继续用音乐去帮助更多人去认识神，在香港发放爱的光芒。就请各位歌手来一起带我们唱了。